大王小六，集结所有人马，找！是。师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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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
这鞋是师爷的，对，这前面就是凤凰山了，这山里时常有野兽出现，谭师爷不会有事的，对对对，有可能这鞋是师爷跑掉的，县衙里可有人看守着，县城在哪？从哪儿找到的？就在那儿，在土坑那儿，师爷，掌柜的，来一斤烧肉，一壶好酒。今天不营业，到别家吃去。什么态度啊？还开酒楼呢？二桶，让你张贴告示又偷了。哎呀，没有没有。掌柜的，我这不是去帮您印寻人启事去了吗？这不才刚刚印好吗？叫上店里所有伙计，全部出去张贴告示。但凡找到线索者，重重有赏。啊，好。可是掌柜的，你确定找到人的话，赏银1000两？咱酒楼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呀？这是你关心的事吗？快去！哦。哎，跟我走了，都跟我张贴告示去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一次，我就算卖了这酒楼，也要救娘子出来。绝不能让唐飞荣抢了先。周县城，谭师爷有下落了吗？就在凤凰山脚下找到他一只鞋。凤凰山，那不是土匪聚集的地方吗？谭师爷被土匪掳走了，有这个可能。可是谭师爷与土匪并无仇怨呢，这土匪劫他，岂不是和县衙作对，自讨苦吃？我呀，准备找几个打更人问问，看看有没有谭师爷的下落。谭师爷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啥？是这个，周某贫贱不能移，周某不能要。哎，拿着，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妹的。这个呀，是我几个月的俸禄和奖金。最近我太忙了，实在没有时间看如意姑娘，你帮我转交给她，让她放心，告诉她钱我一直攒着呢。很快就能让他赎回自由身了。哎，我先去找谭师爷了，这个替我交给他，表哥。老大。哎呦，这真美啊！美吗，老大？美啊！你是不是另外一只眼睛瞎了？啊！我让你去买喜服，你给我抢就算了，还非抢个寡妇的，这我死不去，是吧？你是不是想当善待我？啊！老大，别打了，我不是。老大，老子这辈子就成一次情。现在给我滚下山，买最贵的。钱？滚滚滚！
知道我貌美如花，你也不用这么看我吧。吃早餐。你还当真一点都不害怕？怕呀，怕你能放过我吗？不能。那不就得了。你啊，吃饱一点，吃饱了晚上才有力气成亲。哎，你脖子上那个是刘明的墨刑，对吧？不愧是我的压寨夫人，这么厉害。你曾经帮桑杰私采过黄金，事后他们想杀人灭口，不过你逃走了。哟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我们一批老乡家乡受了灾，来到铜陵，谁曾想到桑杰那个老东西拿到黄金之后就想灭我们的口。我见情况不妙，就带着我十几个兄弟逃了出来。没想到你还挺有故事的，不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呢，我要立大功了。我说你这女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为什么要有同情心啊？